25日晚间，于方舟庄园，一届美事合一促进协会邀请神国小精兵培育中心的孩童以及家长们一同欢庆祝棚节。现场还有以乐敬拜祷告祭坛，以及城市合一祭坛祷告时光童工黄慧玲，与孩子们一起分享祝棚节信息。基督教今日报了的读者平安，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在这里一起过祝棚节。我们从去年的时候领受，一起过祝棚节，我们在台中市政府的广场上面。那从那个时候，我们就领受说神的帐幕在人间。那我们在一件美事也一起，一直感动的说要来恢复神的节期。所以今年我们很开心，可以看到有许多地方都一起在过祝棚节，然后让神的这个节期透过节期要来祝福我们，然后我们也透过节期跟神越来越了解神的心意。谢谢大家。